刘德华主演的失孤将于3月26号在香港上映。华仔在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透露自己在电影拍摄途中兼任投资者。这部戏应该是拍40个工作天就已经够了、但是我们拍了80个工作天，因为我们公司有投资的、有投资的，是因为个 offer 没钱给变了，无端变了投资者。华仔在电影世界里面名利双收，但坦然尝一尝做导演的滋味。我要想一个题材咯，我的导演梦是要一个香港题材的喜剧来的。譬如现在我自己觉得即应该是即呢官呢官新年才。而家我哋香港片嘅未夠可以影響到中國內地咯、即有啲喜劇係可以嘅，即我自己覺得得嘅。如果華仔能夠拍住周星馳拍喜劇，齋呢個組合已經夠曬殺成。